哎，今天要请同学吃饭，没钱了，怎么办？这个办法能不能行啊，成吗？行吧，那就试一下吧。毛毛最近怎么样？还好吧？你自己看咯。毛脚怎么了？被玻璃扎到了，我随便帮他包扎了一下。那怎么行？赶快带我毛去看最好的医生，马上支付宝转你。好的好的。支付宝到账10000元。来奖励什么？好，不用演了，我们吃大餐去了。哎呦我的妈！